迎 H 组一号选手来到肖斌好声音初赛现场。那么今天 H 组一号选手将为我们带来的曲目是，我唱一首那个离别的车站。可以开始吗？开始。当你紧紧握着我的手，再三说这珍重珍重。当你深深看着我的眼，再三说这别送别送。当你走上离别的车站，我终于不停地呼唤呼唤。眼看你的车子越走越远，我的心一片凌乱凌乱。千言万语还来不及说，我的泪早已泛滥泛滥。从此我迷上了那个车站，多少次在那儿痴痴的盼。离别的一幕总会重演，你几乎把手儿挥断挥断。何时列车能够把你带回，我在这儿痴痴的盼。你身在何处啊？谢谢 H 组一号选手，朋友们可以转回来了。下面有请评委点评。我觉得音色非常好，然后你对整个歌的旋律的把握非常准，就是虽然没有伴奏，但是能让我找到伴奏的感觉在里面。你的气息很稳定，就是你的优势。我转过来的原因主要是我感觉到这个感情在里面，就是说声音里面有一种就是悲伤的那个感觉，其实很就是很难，就是你要把悲伤的歌唱出悲伤的感觉才是最应该做的事情，其他其实都是次要的，所以说。我就这么了，因为我觉得就是有种让我想到了什么，就是跟别人别离的感觉。感谢各位评委老师，感谢 H 组一号选手。